大家好，我是香香老师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五个在睡前做的缓和动作。先，我们先找一个平稳的地板，铺上瑜伽垫或是在地毯上做都可以，比较不建议在床上做这些动作哦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双脚屈膝踩在地板上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将膝盖靠近胸口，双手放在膝盖上面，停留三个呼吸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臀部及下背。第二次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吸口气，膝盖更靠近胸口多一点点，这时候臀部会有一点点离开地板，一样停留三个呼吸。第一个动作，把手解开来，轻轻放在地板上，手的高度不高过于肩膀。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双脚将膝盖一起倒向左侧，眼睛看向右侧。这个动作两个肩膀必须紧贴在地板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胸部、腹部、臀部及下背的肌肉。停留三个呼吸，吸口气，双脚回到起始位置。一样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双脚一起倒向右侧，眼睛看向左侧，停留三个呼吸。吸口气，我们身体回到中间。以上动作可以重复两次。第三个动作，我们把双脚踩回到地板上，膝盖从两侧打开来，脚底板碰着脚底板。这个动作，我们的下背必须紧贴于地板，请勿将您的腰腾空。这个动作可以开展我们的髂腰肌群。如果我们的腿部内收肌群太过紧绷，就容易造成我们下背的不舒服。如果第二次你还可以的话，把手轻轻放在大腿上，施加一点重量，一样停留三个呼吸。第四个动作，我们把双脚伸直，双手交扣放在后脑上。吸口气，将我们的左脚往旁边打开一小步，右脚跟上来。吸气，将您的肩膀离开地板，身体侧倒上嘴，视线看向右侧。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身体侧面的伸展。一样停留三个呼吸。吸口气，将您的肩膀抬高，放回到起始位置，脚再放回来。一样的动作，我们呢左右脚往旁边打开一小步，左脚跟上来，吸口气，肩膀离开地板，身体往右侧倒，眼睛看向左侧，停留三个呼吸，吸口气，将您的身体移回来。第五个动作，我们双脚绷直，将您的手垫在臀部的正下方。手肘支地，用手推地板的力量将您的胸口拎起来，头低轻轻地点在地板上，视线看向正前方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肩颈、胸部、延展我们的腹部及强化我们的背部。停留三个呼吸。下来的时候，记住要用手肘支地的力量将您的身体先拎起来，再把身体放。这个动作可以重复两次。以下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五个睡前小动作。